可以活得很圆满、很开心，OK。然后你的心里边才能突然迸发出那种爱，就是很阳光的和爱，就是那，不是身边有个男人才爱，是你马上就有爱，一个人活着也会有爱，就那样。我经常会胸口这块憋着对，气，情发泄不出来，就是，而且很多想法，你在对情的那种里边很多负面的信息，就是对一份感情啊，即使说这份感情很美好，里边都有很多的怀疑，很多的否定，很多的负面。如果即使有个男人真的很爱你，你都会里边很多负面信息的，你不敢信任他，不敢完全的接受他，你不敢把自己交出去，里边一定有所保留，这都是负面的信息，这都是打不开，知道吧？如果你很阳光，心这儿装满阳光，太阳这儿也是太阳，很开心了，有什么呢？这个世界上每件事来了，处理这件事，你这些东西才能离开，要充满阳光。阴阳不平衡，阴性的能量太重了，运动，然后可是我前段静下心来去运动，运动的时候很冷静，不是疯狂的去，好像在逃避什么那样，好像要忘掉什么那样去运动，很冷静的去打球。我知道我在打球，我扔进去一个，我在专注的，我再扔进，我每一个都要投进去。不是清一无二的，就像丢了的孩子似的去扑进去，去完全忘了那个事情，不是那样的。那样是就逃，那样忘不了的。我告诉你，慢慢的静下来去运动，去走到太阳光线底下去运动，要么就去看经典。我觉得，反正我觉得我自己在经典里边受益很大，就看佛经啊。当我一次一次读佛经的时候，我觉得简直就受益太大了。所以我建议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如果你觉得你的法门不是这个，也可以。静坐一会儿，运动一会儿，或者你有你更好的方法。不知道为什么，那些得自己找。我对看书啊，有的时候假如说看不进去有的时候我很想去做某件事的时候，就像你说了，我就会很认真很认真去看完一本书。如果不想看的话，那就不要看。你看了这个前面的，后面的对，是的，是这样的，你就不想看就算了。不想看，你就可以看看网上视频啊，这些他们讲的通俗的、简单的、几句的，就像对大家在聊天那样。我会有的时候晚上会去看那个视频。看一些视频那样讲的少，反正你就当跟我聊天一样，就当对你在聊。有的是你的事情，有的是别人的事情，就当大家在聊天，这样也是一个很好。